相信大家对连体婴不会感到陌生，连体猫大家又见过没呢？就是它了，它叫做双子座，是一只连体双面猫，在美国罗德岛州一户人家的猫妈妈生出来的。双子座的身体和一般猫仔没什么分别，特别在它有两块面、两个鼻和嘴、两只耳朵和24只脚趾。双子座一出世随即成为传媒的新宠儿，有学者表示从未见过这样的猫 BB， 推测它是在生长过程中没有顺利分裂出来的双胞胎。而正当学者正为双子座检查身体，计划如何照顾它的时候，双子座很不幸在7月11日离世，结束它短短几日的传奇一生。